龚总，我是一直觉着你是个人物。难兄难弟，没必要互相吹捧。哎呀，吴桐，上次是给你害惨了，整个公司都在传，说吴桐之所以离婚，是因为他老婆在办公室抓了个现行。亏了你还喜欢徐点点，这小姑娘的名声也就给你毁了，真是够黑够狠。王梅对我们不够黑不够狠，您还没看透啊？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，弱肉强食。人才人才，我在想有朝一日你小子要是得知，那得毁多少人。龚总过奖了，我这也是跟王梅学的，他先利用吴桐占着我的位置，再利用我抛出坏账挤掉何总。可惜啊，他不够聪明，何还没过呢就开始拆桥了。他让我们俩交了学费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付出点代价呢？你的这个心情我是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们做事儿，工作，您是不是还在惦记着王梅给你那点承诺呢？嗯，他也给过我承诺，那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得到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有。你为了一个空头支票让人活活吊死，你值得吗？你在地产界做了那么多年了，王梅就是看透了这一点，地产你不发话谁也做不完，所以他得稳住你。但是一旦你辞职了，王梅改制完成，大局已定，那他凭什么还要关照你呢？他为什么要理睬一条被赶出家门的狗呢？狗，你要我不要相信王梅的望梅止渴，那我现在倒很有兴趣听听你是怎么给我画饼充饥的。这个办法呢不是没有，就看龚总愿不愿意听了。你还有办法？我真服你了，你这个办法我真不想听也不敢听。我现在啊忽然有了个灵感。什么灵感？我赌博被抓是你小子干的。我？不是吗？不是，你疯了吧？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？很简单，不是针对我，是想整死王梅。因为你恨，你怀恨在心，对吗？哼，说我是条狗，我看你才是条狗，疯狗。买单。
老黄话不多，全在点儿上。怎么样，就这么离了？房子归谁呀？房子归谁呀？新的归我，旧的归他。那儿子呢？儿子归谁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干嘛呀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我用得着你关心吗？你是我们家谁呀你？哎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自己的男人管不住，冲我发什么邪火？是是是，我是没能耐，管不住我老公。你呢？你不是也没能耐吗？你不是也离婚了吗？你，双英，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！以后你有什么事儿我都不会管了。用得着你管吗？算你活该。我可不是活该吗？我就是活该。行了，离了就离了呗，一切朝前看不就行了？以后再找一个更好的，不难。桃子现在不是也没找着吗？不找了，我就跟我儿子过了。
你说点事儿。我跟吴桐离婚了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我们俩都想好了，其实离了呢，对我们俩都好。想你们小时候的事儿。你妈走后啊，我带着你和涛，就怕你们受委屈，可还是受了不少的委屈呀。没有，真的爸，我们俩不是说挺好的吗？难呐，可咱们还是过来了。你和涛都大了，爸也老了，现在你和涛都挺困难的，可是爸也帮不了你们。英子，爸要告诉你，再难咱们也能过得去。爸，我买菜去。你姐还好吧？还行吧。哎呀，我真的就不明白了，离婚就能解决问题啊？你看看你现在这脸色。我睡不着觉。婚我也不是没离过，可是不是像你们这么离呀。你们这不叫离婚，这怄气呢。你看看离完婚以后你们俩过的啊，谁看了不觉得伤心啊？嗨，离都离了，跟姐说一声，礼拜天我想带萌萌出去转转去。行吧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没事也把家收拾收拾啊。我亲爱的各位老同志们啊，演唱这首歌曲要饱含着革命的激情，要声情并茂啊！我现在把旋律交给大家，先是前奏，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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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革命的形势相当严峻，前有来匪，是后有追兵，老年难胜部，红军不怕。停顿，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的革命信念依然十分坚定，啊！
红军不怕远征难，女生不，红军不怕远征难，老年女生不去哪里了呢？老师，我已经知道你的事情了。你心里是不是挺难受的？你不会怪我吧？点点，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是我自己没处理好。我自己的家庭出事儿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别瞎想啊！但是公司里面人说，你离婚是为了我。人的嘴你也信呐？说什么都没有啊！别管他，好好工作，啊！其实是因为我，我是挺喜欢你的，真的。但是，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，真的，吴老师，我真的挺喜欢你的。今天跟你说这些，没别的意思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也要走了。南城，红军不怕远征难，女生加入进来。万水千山只等闲，武林唯一腾西到这里停一下。首先应该表扬大家的是，各位的表情非常好啊，很凝重，很庄严啊。所不足的是什么？到我们女生该唱的时候，我左手一扬要果断啊，该你们唱了，声音再出来一些就好了啊。大家都很好，我感觉到了啊，你们跳动着的一颗年轻的心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啊，等一下啊，可以休息一下啊，自由活动一下。你不要难过。
你也不能这样要强啊，遇到这种事情能不难过吗？难过有什么用，一性这样，我就是觉得跟做梦似的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，说不出的一种感受。我有过这种经历，我能够明白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。那你当时忘记生活中啊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，要学会忘记啊。我每次来你们这儿都觉得挺开心的。你看是不是，到这里来的人没有很高的欲望，心如止水。到这里来学习是个假的，来就是找个乐子啊。你现在住在家里？在我爸爸家。哦对了，上次帮你装修房子呀不成功啊，实在抱歉呐。没事，也不全赖你啊。张文达，哎，你好啊。啊，不过我可以帮你再重新装修一次。算了吧，不用。你对我还是不放心，可是这些日子我没有闲着呀，我不停地看书琢磨，请教工人师傅。我发现呢，上次装修之所以不成功，是水路和电路的装修啊不过关。这次装修啊，我保证给你装得漂漂亮亮的。哎，通过上次我请教工人师傅，现在连我的装修美学课呀也上得别开生面，真是实践出真知呢，就怕认真二字。咱们再装的话，不要花很多钱，不是你的房子吗？不是为你装修吗？一切就都围绕着你，怎么省钱，怎么舒适，怎么实惠，咱们怎么来。我现在哪有心情装修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看你，不是到这里来找个乐子吗？说得高高兴兴的嘛，怎么忽然又难过了呢？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说。其实吴老师这个人呐，别说了，别提他了。姐夫，一时半会儿我还不知道叫你什么。是，挺多年的了哈。姐夫，你别太难过了。这种事儿也得靠缘分。不要，没事，你不用劝我，盛涛。可能真是日子呀，就是这样。你也多陪陪你姐姐，啊，这么些年，我们俩人。
不用看对方就知道心里想什么。哎，可能是怨我。哎，好好的日子，要不去这公司呢，可能真就没这事儿了。不能这么说。姐夫，要不然进去坐坐吧，好吗？不了不了，双堂。啊，好好的事我听说了，甭着急，啊，孩子总有个七灾八难的。我看看还有什么关系，帮他联系个学校。这我还行。啊，对了，再有。没多少，你呢？租个小店舞的，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吧。啊，不行，姐，这不行。没孩子，啊，没孩子，这么些年我也没给孩子做过什么。啊，我这点意思，你拿着拿着。王市长，是您的，您这是我是现在真正的清闲了，家里人啊都要我找个什么事做，这是我想起您了，尚老师，你看我到这来上课行不行啊？欢迎啊，热烈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我给您介绍一下，好，这位老同志。是咱们军分区啊，司令员哦，司令员，司令员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司令员是过去的事喽，现在我们是老百姓喽，当然在。我也是个老兵啊，现在我找到组织了。哎呀，我们欢迎啊！好好好，妈，喝水啊？来，不喝。不喝。哎呦，腿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哦，外公啊，给你去买排骨了，一会儿回来啊，炖排骨汤喝啊。妈，我不能再跳舞了，你伤心吗？妈不伤心。不能跳舞了，咱还可以干别的嘛，只要好好学习，对不对？将来呀，可以当老师。当医生，妈，你在忙什么呀？妈妈呀，想开个服装店。那咱们开个卖宝宝衣服的店好吗？卖宝宝衣服的店？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哈！咱们卖宝宝的衣服，然后再卖宝宝妈妈的衣服。哎，不错，这个主意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Thank you.
行了，好好，别弄了，放那儿吧，妈弄。你看看，马上就要拆石膏了，得小心点儿啊。妈，我没事儿。你姨夫啊，已经给你联系好学校了，过两天就能上学了。妈，我不想上了。为什么？我想在这站店抱抱你。你看看你这孩子，站什么店呢？真没出息，这么小不上学哪行啊？姨干嘛要跟姨夫离婚呀？姨夫多好的一个人呀，要不你让他俩复婚得了。哎呀，看你小孩子家家的，管这些干什么呀？啊，好好休息，到时候啊，好好上学那才是真的啊。决定了，决定了，有理由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好，我会批的。是为了你自己，还是为了吴桐啊？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很无聊吗？行，我就满足一下你这个好奇心吧。我之所以走呢，是不想让你拿我和吴老师再做文章。其实我刚来泰丰的时候挺崇拜你的，崇拜你的能力，你的果断，你遇人遇事的从容和分寸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你为了赶走何总费了那么多的心思。焦亮、龚总、吴桐都是你的棋子，我觉得你挺可怕的。我本来想留下来看看这场戏演到最后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。你要是留下来，一定能看到。王总，我觉得以你的能力，完全可以带领我们把泰丰做得更好。为什么你总觉得不够呢？最后我知道了，贪婪。我批了，还有事儿吗？看见许爹爹了吗？保阳出去吧。吴老师，真要走？去深圳。一个人走，那上那边安排好工作了吗？那你一个人上那边干嘛去啊？到那儿再说吧。
吴老师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会想我吗？鲜花。